Round one, ready, go。现在是日本人最后一条命了，那中国大头还有五条命，五条命打你一条命，对不对？怎么说啊？五个再点相当于大口啊！大口首发是选择二技红丸，哇靠！对面近身小跳连续两个百合折，搞得大头有点不胜气的啊，没反应过来，后脑勺被他踹了一脚，然后被连了小五连。红丸是大口在这个版本新开发出来的主力啊，版本更新之后，红丸八成出场几率啊得到一个提升了。持续压制日本人啊，也是已经怎么说呢，狗急跳墙了，属于啊，兔子急了还能登鹰呢，何况对不对 ？M 大是这么强大的一个对手，他刚才是淘汰了阿仁，现在面对是广东大口，持续进攻压制，八神下盘再次摸奖，二技能红丸防守出现一个重大失误，那么就要死啊！青云解决了，好了，那现在大口中间是上了山气龙二。啊，龙二这个皮肤用的应该是饿狼传说里面的那个皮肤啊，穿那个大厂。龙二第一次登场在饿狼传说，应该穿的就是这个大厂。好，大头准备用。四气的龙二对战两气的克隆。好的，啊哈哈哈哈！龙二的这个招式非常的霸气，打起来格外有这种爆爽感。龙二在这个版本也得到一个提升，也得到一个提升了，只是提升的没有像，对吧？八神淘气那么明显。特别想看一下龙二的顶点啊，你们想不想看？下段奢侈，那现在对面还有240的体力了，不出意外要给他来一个顶点，但这一灯是应该是看不到了。大口要留着资源打下一个人克隆，打下个夏美。 M 大师最后一条命啊，最后一个币。 M 大师打还剩八嘎，大口我跟你拼了，看到没有，这个版本的克隆板中就不能双生龙了，带超杀了啊，只能在角落里。龙二没了，大家觉得大口比大表哥怎么样？上来就是跳压被对方破掉，好，绝反一个小跳轻腿。大口看到对方的下阿美了，对，胜队6666，败队3333啊，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每个人人均拿多少，胜队6666啊，4-6，败队是4-3。现在是大年啊、不是大年，是腊月29了，明天就大年30了啊，这里红灯哥先预祝大家过年好，新年快乐啊，预祝大家兔年大吉大利，身体健康。第一次刷到咱们的红中哥的朋友可以先点个关注啊，点击关注没错。完了，大口的淘气要中带球撞人杀啊，怀中抱男杀，哎呀，这是什么操作呀，大口